隋唐杨佑宁主演的偶像剧《爱的生存之道》开播就获得不俗收获。三日，众演员一齐为戏再做宣传。在剧中饰演好男人的杨佑宁坦言，私下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好男友。斗嘴基本上是不用认错啦，对，因为斗嘴嘛，就是不用认错。但是如果吵架的话，我觉得我不管是在朋友里面还是工作上，我觉得我都是比较会先道歉的那一个。所以在感情上是，我也是。所以不管对方朋友是错还是错，反正先认错。当然，我觉得还是对啦，先认错。难怪女友郭采洁现在女王范十足，原来是被杨佑宁给宠出来的。早前郭采洁在微博上贴出三块不同瓷砖的照片，甜蜜发文，你想在哪个样子的台子上做菜，被众人质疑是否两人好事将近。那你们可以问他，他泼的那个瓷砖真的太热了，真的很热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没有啦，对，可能是比较长远一点计划吧。只是被问一下婚期而已，又有你至于直冒冷汗吗？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